北京有一条开往春天的列车，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海，你知道吗？这条开往春天的列车就是北京 S2 线，上车地点正位于地铁货营站附近，乘坐8号线或13号线都可以抵达。从地铁 G4 口出站，就可以看到 S2 线的乘坐时间表。黄土站是始发站， S2 的上车方式也和其他地铁线路一样，采用二维码的上车方式，通过安检您就可以到达游客的等候区了。再看看这车站，是不是有老火车站的味道呢？列车的票价也因乘坐距离不同而不同，最远的一站才18元。列车会提前5分钟检票，在此也特别提醒小伙伴们，出行前确认好时间，同时在微信搜索北京市郊铁路公众号，就可以确认到 S2 线的发车时间。不过啊，周末出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建议您啊错峰出行。当然了，公众号只公示了周五到周一的列车时间，平时的列车时间您可以打电话咨询。最后告诉您，顺着军官一号停车场旁边的小道进入观望台是最佳的拍摄地，但现在啊花儿还没有完全开放，只能看到零碎的花朵。如果您要想看到整片花海，还是推荐小伙伴们4月份前来打卡哦。